一合双月刊一2005，道之宗旨，敬天地礼神明，爱国忠士敦品崇礼，孝父母重师道，信朋友和乡邻，改恶向善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，克尊四为纲常之古礼，洗心涤虑戒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己达达人，挽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，封面说。